大家好，听说这个维力炸酱面是台湾销量最好的泡面，也是台湾最好吃的泡面之一。你们喜欢吃这个泡面吗？这个泡面是我在网上购买的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山寨的。如果你经常吃泡面的话，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地址，台湾彰化县，对不对？还看一下背面，这里有台湾的网友可以帮我看一下下面这个电话加886，这个应该是台湾的电话吧。现在我要把这一包泡面喂给几千条超级面包虫、超级蠕虫。打开，里面有一包酱味油包，还有一包汤包，然后就剩一个面饼了。这个面好像是扁的，跟大陆的面有点区别，大陆的面是圆的比较多一点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喂给这一堆正在蠕动的大虫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给我点赞和订阅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一大堆大虫子正在疯狂地啃食这个维力炸酱面。让我们来点激情的音乐，看一周后这些蠕动的大虫子能不能把这一块泡面全部吃掉。已经过去一周了，他们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。早知道我就把这包泡面煮了自己吃了，帮他们一把吧，把这把泡面捏碎，让他们在里面慢慢吃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给我点个赞吗？拜拜。